那个，我仅代表今天的主办单位，欢迎大家来到世界文化艺术联合总会中心，出席世界著名的新易经三变数 NFT 全球启动仪式现场典礼。Hello, everyone.From Vietnam, China, Australia, USA, and India to launch our Treeverse NFT. USA and Europe and Africa, we are launching in the 3 and 33 minutes. 5, 4, 3, 2, 1, they are分享你们能够从这个三变数里面的这个 logo， 它是一个能量场，这九个颜色是代表着，我为什么能够规划140个国家，不容易啊！140个国家是什么概念？就从60跳到这几年跳到140个啊！非洲人也明白了，现在逐渐也明白说我的这个三变数 color energy， 就好像你的手机没有电，你要充电。人没有电你怎么充？很多人想啊，睡觉可以，吃饭可以，这些都是能量嘛，是啊。然后最主要是什么？能量场是在于你坐的位置，你们今天坐的位置是坐在哪一个位置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坐对了你就是在充电，你坐错了你就是在耗电， waste your energy。 所以你的 energy 要保护，我们中国人讲的 很重要，精气神。人一显示了，很多东西你就没有那个能量了。所以今天出了这个 NFT 是一个抛砖引玉了，现在已经开始了，这个能量场就借重这个 NFT 他们的这个高科技，我们就是 launch 这个给他们去，大家有兴趣的去认购了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幸运，每一个都有编号，我们出了这个 NFT 这样的一个 logo， 它有编号的，它这个编号呢就是让大家去，这个是会永久跟住你们的。为什么呢？它会 把这个能量场带给你们，最主要它是可以和谐整个磁场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艾米特大陆集团李义强总裁发言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义强，那我来自AMT 艾米特大陆。那我们的平台呢，主要是从事元宇宙AMT。那我们也是帮助全球的企业呢，打造全新的元宇宙品牌。那么在 AMT 的世界里面开创自己的这个新的世界。因为我跟很多的这个传统企业的老板接触呢，他们很多都是很成功的企业家，那我就跟他分享说，在元宇宙世界呢，可以再造他一个企业，就是我们从一个零开始呢，就是二次创业，那么在这个全新的世界，而且是没有局限的世界的空间里面呢，创造自己的一片天地了。那么其实从2019年 MT 诞生以来的话呢，去年是一个大爆发，包括很多的全球的圈外人士，就是没有炒币的人也开始接触了，不仅限于这个传统的金融家、科技，还包括艺术家、文艺小说家、书法家、艺术家、画家、音乐家等等。那么通过这个区块链技术的话呢，能够把他的作品确权，能够在全球转让，那么更加积极的、主动的能够就是把他的业务扩展到全球了。那么我们公司呢，有自己的这个 IT 团队，就是可以让企业家呢免除聘请 IT 人员组建团队的这种开销。那么他可以我们可以全程的一条龙的服务，就包括设计、发行、流通。那么我们本次的这个三变数 NFT 呢，也是经过陈忠师丁院长的支持啊，鼎力的这个支持呢，我们在全球的启动。那么我祝愿这三变数 NFT 的话，这个红红火火，这
发展的这个越来越好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共同见证了三变数 MFT 全球创世启动的历史性时刻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同步发行的三变数 MFT 经典的赋能八卦型。